接着来看到，为了要庆祝祖父母节，吉安乡公所周末午后在哈罗广场举办祖孙夏日缤纷乐的活动，现场有市集摊位、好书交换、祖孙拍立得、午后音乐会以及星空电影院，吸引了许多家庭、祖孙三代一起参与，共度欢乐温馨的假日时光。庆祝祖父母节，吉安乡公所周末午后在哈罗广场举办祖孙夏日缤纷乐活动。乡长尤淑珍以创意、活力、跨科室协力，规划适合所有年龄层乡亲的活动，还兼具环保教育意涵，让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。大小朋友一起来，看到爷爷奶奶带着孙子们，全家乐活在我们的哈罗公园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也响应了我们祖父母节的活动，看到了二手资源回收，用爱行动力来爱环境、爱地球、爱我们的家庭跟我们自己的乡城。我相信这个是奠定基础教育，更是带来感恩乐活，也来爱祖父母、来爱父母、来爱家人的一份力量推展。吉安乡公所希望我们的生活四信宜居，幸福就在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氛围，甚至于连接到每一个社会的团体里面。我们看到了今天热闹欢乐的情景，我们相信这不会是第一年的举办，而是未来延展幸福快乐的开端。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祖父母家庭，每一个都能够健康平安、身心快乐幸福。现场有市集摊位、好书交换、资源回收换好礼、课余闯关、阅读推广、祖孙拍立得、午后音乐会，还有星空电影院，吸引了许多家庭、祖孙三代一起来参加，共同欢度温馨的假日时光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